第三次挑战正式开始。好紧张啊！进入到歌曲，刘昊然不知道耸肩，点到谁就是谁了，点到谁就是谁了。注意看，看佳佳的手指指向哪儿。爱你，等我在你家门口，下雨了。 这也会难过，不是下雨。你看了也难过，你看了也会难过。没有，我对啊。这也会难过。浩然，真的，怪我了。你就让车太贤唱多几句。你看了也会难过，哎，你看了也会难过，哎，还有人。 你看过来会难过，啊！这个节目为什么老有韩国人在教中国人唱中国歌？这样好吧，我这次不指你，可以吧？可以吗？来，准备，音乐起。I believe. 当我在你家门口下雨了，为什么？其实你也会，你看了也会难过。为什么？第二句过不去了。Tell him. Tell him， 你看了也会难过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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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看了也会难过。我看就让这一个，我看就让韩国人包办了这首中文歌算了。我真的，你看了也会难过，不是自己不来哦。